记者翁子涵台北报道，金曲歌王李玖哲沉寂七年，近来强势推新集 Will You Remember， 今在记者会上也无预警曝光结婚消息，对象正是爱情长跑多年的日本赛车皇后香马茜，两人已密婚超过三年。对于这段日韩联姻，老板黄立成笑说，刚刚才知道结婚，只知道他办了小婚礼，但没邀我去，很久没看到香马茜，他现在都住日本，事后也坦言大概才得到，只是没直接问。李玖哲淡出台湾歌坛多年，除了完成终生大事，其实也组团 Aesthetics 勇闯美国乐坛，不过他在台上笑说一毛钱都没赚，还是回来了。黄立成则透露，这次为他砸上千万出集，曾历经低潮的李玖哲也把心情投射在新歌里，这些事情都让我长大更成熟，时间会慢慢治愈一切，希望我的音乐可以感动到别人。坦言这张专辑是他最满意之作。新歌 Stay 也是特别献给爱妻李玖哲，泪崩铺这些年向马茜不离不弃，唱这首歌想到我老婆，这世界什么都没有，我不有名，没有钱，只有老婆会在我身边，我相信这件事情。面对李玖哲的感性告白，一旁的黄立成则淡定笑回，有啦，我也会在啦，多年的麻吉情溢于言表。李玖哲婚礼没邀请黄立成，记者胡顺祥社。